司马光破缸救人。有一天，司马光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捉迷藏。司马光趴在墙壁上，数着一到二十。躲好了没？好了，小朋友们有的躲在树后，有的躲在草丛堆，还有一个爬到树干上。司马光指着草丛堆说：哈哈，出来吧。大家玩得正高兴时，突然听见扑通一声，糟了，有个小朋友掉进了水缸里。有的小孩吓得逃跑了，有的吓得哭了，大家都乱成一团。司马光冷静地拿起一块大石头，用力地把水缸砸破，水哗啦啦地流出来，救了那个小朋友一命。大人们听到了大水缸被打破的声音，跑来看个究竟。大家知道这事，都称赞司马光聪明又勇敢呢。